拍，快拍！十点二环，十点二环，快拍！十点二环，快拍！这一轮成绩都还可以啊。但你平均成绩好，但我拖把了，两次拖把了。不是第一枪的是吧？你没第一枪、啊。他赢了，赢了。烟道流进，烟道流进，来一轮。十环全是靠蒙，真的。反正你只要往中间这块黑色的点，对，说不定你就点到他了。你完全看不见你打的是几环。对。啊，但是其实你那个，只要你对准了哈，我觉得你打准了，只要你看不到那个红点乱飞一下，你就知道自己大概在这。首先保证十发不脱靶，就有可能上六十。对。你们俩现在成绩咋样？就刚到六十，有六十多一点点，差不多。我冲一百，冲一百，你是职业吧？A few moments later.快给特写，给特写！怎么太傻了也？我要表演我的成绩了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!
好的，我们言归正传，今天是来练习射击的。今天射击都白练了，今天没练步枪。练习失败，全剧终。